大家。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出品人、制作人张智霖先生上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立体剧场观看我们音乐剧《信中文版》的音乐剧。今天是我们本周的演出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晚上还会有一场演出。可能很多观众是第一次走进剧场，第一次观看中文的音乐剧，但这是我们六十音乐剧做的第五个年头了。这部戏是我们在第四年的第二部音乐剧，是我们的第八部音乐剧。也希望接下去的每一年大家可以进剧场，因为我们会把之前的每部音乐剧不断的提升，跟我们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主创用最诚意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当然我们每一年也会推出全新的音乐剧，所以希望在这个音乐剧的路上有你们伴随着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台上的每一位演员。朱家燕，坐到你旁边。刘成斌，张怀宇，又是张怀宇。方书记，胡玉芝，李梦田，丁丁，谢明龙，还有在我们幕后的为我们伴奏的我们的现场的乐队老师，各位，我们指挥，我们北体裁判老师，西达、李畅、小提琴手、吴燕，还要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导演、我们的编舞、我们的音响、我们的灯光、我们的服化、我们的舞间团队、我们的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宣传等等等等，所有的同所有的我们的同事们，把最热的掌声给到他们。今天呢，大家也送来了很多祝福，有用信件的方式，有用便签的方式。那我在我们台上来进行一些小小的互动，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信封上来。我们每一位演员选择一个信封，然后呢，汇报一下他的这个座位号。那如果拿到被选到的这个座位号的这个信封呢，小伙伴可以在我们门口的这个衍生品的售卖区置换我们为你特别准备的小礼物。好，从吴老师先开始。哇，我需要一张红色的，好了。一楼十一排22座，来给我们打招呼。请起立。好，恭喜你，非常幸运，致郑云龙先生信。雪中的怡宝，恭喜你。谢谢。都会分发给剧组和每一位演员，然后呢，他们都会认真的来阅读，谢谢。这封是子轩的，我们的招美，6排18座。好的，子轩是我们昨天演出的这个招美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啊，我们会把信给到他的，谢谢。这个是方书建先生，然后是1楼13排26座，这个好，谢谢。我这还有
墨嚣张，有味其事。座位号是一楼十一排二十四座。谢谢。还哪里？还有什么？振聋清起。哈哈哈哈哈哈。一楼十九排十七座，谢谢。好，我们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爱心的便签，纸的便签的这个拿上来，然后让我们演员在上面选取一些可以来读取，好吧？哦，满满的。啊，你们可以，我先想一下，其实就是你拿下来也可以，或者你们直接看到就读也可以，对，反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小时间。芳芳加油，早日超赶云家二老。对，大家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想读的就直接可以读出来。兔大龙不要再砍树了，内蒙风沙大。你们都不舍得读吗？我来。哦，兔大龙，你演的真的超级棒，看哭了好几回。还有一个小画像，还有郑云龙，妈妈爱你。中国音乐剧加油！所有乐队老师，你们真的。郑老师，你看一下，郑老师，郑老师休息。好，好的，好的，来。是给大龙的啊，我读给你听。他说：“你有工作证，但我有结婚证。你永远得不到我，哈哈哈。别人家的女人，这个给大龙的。你说嫁给你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只好努力成为你的金主爸爸。好。”再来几个哦，这边还有给龙哥说，广东过来的车票接一下，没问题。突然找他，祝芳芳妈妈可以，妈妈活了勿念。好，最后三个，最后三个，最后三个，他们都会拿回去，都会在后台看很久，大家放心啊。方书健。宝宝答应，方书健宝宝答应妈妈把刘海留起来，好吗？好，再来两个，刚刚再念一个啊。好。出剧组主办方以及剧场全体工作人员辛苦了，作为观众，就用谢幕的掌声和你们说声谢谢吧。最后，想听张智霖张总唱歌。我今天穿了一个我们前一个剧组的，也是我们那个我们六十的一个原创音乐剧的这个 T 恤，《月亮和六便士》，然后也是跟大龙是好朋友，那个男主叫刘云飞。对。抬头仰望天空的月亮，有你我才勇敢，慢慢坚强。谢谢。对，刘云飞唱比较高一点，你这有点糊弄。下次我自己来演了。好，最后一个。好，大龙来一个，最后一个，对，再来一个。这个吧，全体创作演员以后，更多高质量的剧一直走下去。特别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包括楼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晚上还有一场，让演员有个休息。谢谢大家，下次再见。